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Q 奇。今天要来拍的影片是合作频道，那合作对象是 Gerntan 的小鱼。然后前天跟他面交，他给了我这两包，这一包是第一次合作，这一包是第二次合作的。那现在就看他给我什么东西吧。我会先开这一包先，因为这是第一次合作的。就这些啦。那先看这个，他写给我，然后这是之前的名字，所以不要看那名字啊。所以就是第一次合作啦，内容不是很好，抱歉。然后之前他的名字也叫露露酱，那就全部倒出来，是啊，对。那我会介绍软软的东西，首先有这个，这个是那个叫什么 emoji face，但是很可爱。等下送给我，再有两片的粉扑，一个是圆的，一个是长形的，还有这个角落生物，我超级喜欢。那这个就是有点硬硬，还有这两个，这是馒头款的，这是一个叫什么？很多冒回弹，很可爱哦。再来还有这个，这是他自列的，那这个他做的有冒回弹。我很喜欢，那么还有这个，这个是手链，这也是手链，还有那些纸张，还有这个，这是写名字的那一种，那感谢他。再来是这个，这个是我超喜欢，我看到我第一眼就超喜欢那一种，就是戴在那个手机的上面那一种，这超可爱，所以我很喜欢。然后现在要介绍是袋子的东西，有这个，然后他给我的是超级多的，还有这一包，还有这四个，这都是迪士尼的那一种袋子，所以我很喜欢他给我的东西。那现在就来介绍第二包吧，那这个就是他给我的第二包，我就全部倒出来，哇，那还有给我这个超可爱的这个。这个是那个柠檬，那种什么柠檬水那种果汁，对。那我们现在来开这三包东西，这三包都是他给我的软软。现在就剪开这一包的，这一封就是第一个软软，所以我就剪这个先，对吧？就是这个啊，有这个，这个是 Hello Kitty 的那个夹心。这个它会有慢回弹，我很喜欢，谢谢你哦，哥泰的小鱼。那还有这个牌子吊牌，再是第二包的，那打开它，Oh my god，他给我有这个啊，好可爱哦，这个是那个什么章鱼的那个是，这是正版的。那我会补送给他那些软软，他给我真是太好了，所以我打算要补送给他。再来有第三包的，那先剪开来。那送我的有两个软软，这个是他自列的，这一包是他自列的。那这个他做得很漂亮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那个。蛋糕的这一包是粘土作品，那就是他给我的这个好可爱，这是那个饼干啊，所以很可爱。他做的东西都不错，很可爱。再来有袋子的东西呢，就是这些啦，那不介绍了，因为花了很长的时间。还有最后一封首饰、手链，那就这个，再感谢他。还送我那么多东西，那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里，希望大家都喜欢我这个影片，大家也可以去订阅 Girl Time 的小鱼，那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下一个影片再见吧，拜。